你看来好像不是很快，我是孤儿，我没有父亲，没有妻，没有妻子，没有兄弟，没有孩子。你我既然志同道合，现在生死有目。我顾惜昭从小爱豪杰相助，我现在就答应你。究竟要怎么样，我们才可以在一起？上千年的人来救他们，你是妖，就算你救了他们，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可能会后悔，我没有选择，因为我不能为母亲牺牲。
是你的皮囊没有事，如果你再不多吃一点人心的，你的人皮就要坏了。前因已经种下，后果不能完全，只要和你在一起一天，有一天的快乐就行。